又去超市给他买的鸡腿，别让他知道，他知道了又睡不着觉了，他们放冰箱里。你跳了，那等会儿再吃不行啊，哥，你不是睡觉了吗？糖，睡觉了。弟弟啊，你躺妈妈鞋上干什么？起来吧，啊，爹，起，哼唧什么？不让出去了哈，在家了就行。